Thank you.
怎么样，沈建民，考虑的怎么样？那好吧，但是你记住，你别耍花招。你们要是敢冲进来，我就立马开枪。程九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进来的。 你们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开会。 情况吧，让一下。 打死了是坏蛋，也要说明情况。对，需要接受询问和说明情况，是他们俩开枪击毙了犯罪分子。按照规定，他们必须交出枪支。警务督察部门会对他们的枪支。 现场人证，还有影像资料进行验证。另外，还得接受严格的指示。所做这一切，都是为了确定他们击毙罪犯的合法性。还那么麻烦啊！我们是人民警察，不是职业杀手，在不必要的危急时刻采取暴力措施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生命，必须要合理合法。 在想什么呢？还能想什么？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时刻准备好了，以为自己浑身功夫无所不能，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警察。事实证明，我们差得太远了。这就完事儿了，真快啊！
300发子弹，你笑话俺干啥？俺这不是第一次吗？那也不至于300发子弹吧？我把药品和器械都准备半天了。行了，别丢人了。嗨，你们是突击队的吧？ 我是专案组的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特别崇拜你们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吧？跟你说话呢。我是新来的，刚在郊区派出所实习完，刚刚调到市局。难怪呀，我以前就是专案组的，现在是刚进特警队。 是吗？您也是专案组的，啊，师兄好。师兄，您就给我签个名吧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特别崇拜你们特警的猛虎突击队。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。师兄，您就别谦虚了，你们真的特别棒，你们真的是英雄。 哟，这都有粉丝了，啊，那是小虎队吗？啊，突击队里的突击队，精锐中的精锐，师兄。 就这么地吧，我先走了。大家小心啊，有火冲我们仨了，快点！小虎队，到！飞机都擦完了吗？报告。 你们提到练习，我想到一个需要你们打扫的地方。犬舍，这架直升机不用你们扫了，现在去打扫犬舍。 你多没趣，走！干嘛？还不快去！是。